好，三二一，江江，好了，大家，我们又到了麦当劳开箱的第三弹了。我们这次 Tommy 出的 Pario， 第三弹出的是 Class 923黄色的新干线。先生，你把那个新干线拿出来给大家看一下吧。我打不开。你打不开，好，那爸爸来帮你打开。这次特别出外景，所以你看一样的贴纸，还有车子。哦，哎，这什么东西啊？因为它是有齿哎。你先帮爸爸把那条线拉出来，就是那条长长的拉出来，慢慢拉。哇，这好像是贴纸哎。好，我们把它拉回去。这拉出来的贴纸可以从下面的齿轮再把它弄回去。齿轮的位置就在这边。OK， 好，那我们再跟大家说拜拜咯。好，我们去溜滑梯了，冲啊！你就带火车去溜滑梯吧。这是贴纸。啊，贴纸哦，好，忘了。